或许不该去坦白那些纠葛，彼此之间也渐渐没有了联络。难道离开我真的是种解脱？没有多余的话打扰到我的寂寞，强调自己很快乐，不承认所犯的错，爱包容了这么多，怎么收拾以后的生活？强调了自己的快乐，再次的失魂落魄，不能改变你的选择，不知道自己怎么做。或许不该去坦白那些纠葛，彼此之间也渐